事过去的事多了几事，有几事啊，这都是神的启示。那个咱不就是不，咱不敢做那个假见证啊。哦，嗯，听说但光是儿子听见的。啊、哦，那我不是心中好啊，那、嗯、弟兄姐妹都给我做这个见证的是吧？嗯、哦，我听见的，别的我不知道。嗯，听见的这个风气咱不见。嗯，咱见不见的是事实了，咱不做这个悟空的见证啊。对。那你见那个张牧师他爹，那你见了吧？啊，这见过。哦，你说说他。啊、张牧师他爹，这个疯了，魔鬼害的疯了，疯了，打个绝交就上了房了，就上这个房了。张牧师他哥哥儿这个说，来这亲自对我说，可是他家是个高大主，找魔鬼，要魔鬼给他烧香烧纸。他家这个陈家庄北里有个小庙，叫他去给那魔鬼去，给魔鬼去烧纸哩，烧着纸不叫回头。他说呀，一边走一边怕，那我他才十八，他说我给这鬼烧了纸了往回走，一走了头我跟那直杀一直杀，跑到家了。他说他对我说，跟他爹还愿，后来呢他家就信了耶稣了。这个咱们这耶稣教来他那儿就讲开道，他家信了主了，信了主了，把他弄到教会，就咱们这个教会弄到教会，站了一个礼拜。那是外国人在里边了。站了个礼拜，把他弄出来了，到这困着他，帮着他，来教会也没困难，没帮他。这是一家那个谁那个宋牧师啊。他姓宋啊，宋嘛那个牧师，丹国牧师。哦，丹麦的。啊，丹麦。哦。嗯，人家给把他跟屋里去拽出来，揣牵着上，给他放了个屋子，叫他坐到那屋当，坐到屋当，脸朝这个西北坐着，给他浇头，他那指甲都这么长，那头发立着，有一扎高立着头发。怕的不行，那眼大的瞪瞪的。可是我亲自在他跟他守着，我看他的，我说也给他剪了头，也浇了指甲，剪了头，给他洗洗脸，把脸洗洗，给他刮刮脸，给他擦了。这样这外国人给他凑他那么好，那人们一次完，那人们都看着，他动也不动，感谢主。跟那儿站几天，叫他回了家了，清楚了，清楚了，他就说咱们是啊，我有个心，我家里有一块地十亩，就来我们前头，我打算来那儿拍窑，我烧砖，我跟家里教会呀、啊，他清楚了，陈家庄在这里教会，啊，以后我还上陈家庄。断不了气都去上那里，教会人也不少，跟南北头，我这他家那地方那我都熟的，一天盖到街里净教头，净新竹的，那姊妹弟兄们那一片儿啊、嗯，那个都是神的大能，嗯，这都亲眼看见，这个大疯子就得了心的自由了，你看看多么奇妙，咱们信那个神。这么真，这么有大能，嗯，神救谁就是谁，只要救谁就给神的大恩典，就指示神的道路。感谢主，谢谢耶稣，求主带领，都是有真有活的神，就不是罪人，荣耀归主名。